来，东山怎么可以不吃东山鸭头呢？真不管是味道，还有他们的菜色，还有头，完全不一样。百年的老米，哎，是不会换的，那个真的不会换吗？没有换过，没有洗过。啊，好可怕哦！对对对，什么好可怕？日本皇太子曾经吃过的百年古早味，真的放100年吗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